就在莲塘站找了间餐厅包房和家人庆生，订了一只烤全羊半只，而六人份量非常多羊肉之外，还会有羊汤、羊酒、羊架。上菜之前还会很有仪式感剪完菜先同你开饭。想知道哪里，快点跟着我一起来啦 ,Let's go!欢迎来到星星带团啊！如果你都喜欢四围找好嘢食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订阅一下我，记得帮手留言和赞好啊 ！Hello， 我是星星啊！咁屋企人咧生日啊，咁特别咧一家人上到嚟咧食一间咧羊妈妈，咁佢有一只羊可以嗌嘅，咁特别前一晚咧已经系上网咧订咗噶啦，睇下佢好唔好食先。由莲塘口岸出发可以坐二号线两个站咧到莲塘站 D 出口出，咁其他口岸咧可以选择老街站嘅分店。当日咧喺莲塘口岸打车过嚟大约14蚊左右啦，咁一嚟到咧，见到个门面咁细咧，都有啲担心，因为喺网上咧呢间分店嘅相片咧，亦都唔系太多。咁原来餐厅咧系有两个铺位嘅。由第一间铺头咧一直行入去咧，到后面嘅铺位咧，会见到有两间包房同埋一啲卡位。晏昼嚟嘅，琴日咧订咗个包房，咁啊七个人，咁啊 book 咗呢间房间。咁呢度咧有一個獨立嘅冷氣機啦，咁啊應該唔會好熱嘅，可以嘅。而家暫時都感覺到佢好涼。一入到嚟咧，仲見到佢寫住春夏秋冬食全羊有咩好處，咁啊都幾好喎。呢度仲有電視添，幾好可以選擇。咁同而家啱啱入到嚟，佢啱啱開冷氣都感覺到好涼嘅。咁啊，牆上面就掛咗好多羊嘢食嘅相啦。好，咁呢个系佢嘅餐牌啦。咁啊，主打咧都系食羊噶啦。咁啊，分别咧佢会有几个套餐。咁但系咧，我已经喺大众点评琴日咧已经预订咗啦。我订房嘅时候咧预订咗6至8人嘅烤全羊，而职员咧就叫我要喺大众点评买咗先，咁再 send 嗰个条码俾佢，咁先系帮我预约咗。咁我嚟到咧见到原来门市价咧都系一样价钱嘅，咁但系咧一定要提早5个钟头预订。啱啱入嚟咧，喺第一间铺头度睇到咧，见到有人喺度食紧一啲粉面啊，同埋羊肉嘅水饺。咁如果冇咁多人上嚟咧，就可以试下呢一啲。招牌推介咧，仲会一啲烧烤嘅款式。咁如果你敢食咧，其实店铺所有嘅羊嘅部分咧都会有嘅，羊眼、羊脑、羊宝或者羊鞭咧，佢都会有。咁喺呢个餐牌咧，我哋见到一个土包肉锅啦，咁我哋就嗌咗两个嚟试下。好啊嘛，肚里面包住啲羊肉。原本我哋订咗嗰只羊已经包咗一个羊杂汤噶啦，咁我哋咧将个土包肉都放埋落去，咁羊汤个味道咧系好好饮嘅，而呢个土包肉咧就试下无妨，我就觉得冇乜特别。点样啊？土包羊肉，跟住咧，咁佢系用羊肚包住啲羊肉喺里边，即系喺羊汤入羊串酒啊！有啊，送咗兩支啊！嗌咗一隻羊，佢呢度就會有呢個羊串酒。38度酒精啊，好恐怖啊！咁誇張啊！佢話好似藥材味，佢哋飲完，佢話飲完好滾啊個人。來，羊出來了！可以。等一下呢，有個小小的儀式感，然後你們大家配合上來剪個手就可以了啊。喜气洋洋，耀武扬威，名扬天下。祝敬各位贵宾，大家中午好！中午好！非常感谢温怡大家来到羊妈妈脸堂店。现在呢，咱们金牌烤全羊已经为大家烤好了，下面推荐一位贵宾上神剪彩，掌声欢迎！欢迎！下面请。好，两手握握的红盖头，好，是平安。右手是吉祥，红罐头在手，想啥啥都有。红罐头往上一些，圆心，红罐头耶舞，这么的贵宾，相信我。帅哥，拿好你的才艺剪刀，从头剪到尾，送风要送水。各位贵宾，请看你们才气，福气满满的，剪彩成功。剪彩后咧，先会将只羊咧放咗喺台面度，俾我哋影个相先。这是有多少？差不多就7-8斤左右。
哦，七八斤，你觉得好好？之后咧会帮我哋剪开同埋撕开啲羊肉，咁放上去烧烤盘上边。隔篱会好香啊！而家佢帮我哋烤紧一啲羊架，隔篱咧就搣开晒啲碎肉。啊，是什么？酱料。酱料啊！哦，呢个有啲酱料，我帮佢加啲酱料。之后咧会放咗啲酱汁同埋调味粉，咁你就咁望落去咧会以为好辣，但系其实咧又唔系噶，只系调味嘅啫。每个烧烤盘下面都有个火焊住嘅，总共就分了三盘俾我哋，咁有两盘是羊肉，仲有一盘就会放咗羊架。呢只羊肉的肉质咧系好嫩滑嘅，而调味咧都觉得啱啱好，唔会话太咸，咁大家都好中意食。羊架成只食，其实798元半只羊的份量我哋都好足够啊，咁七个人都好够食，只系额外想试下佢其他菜式所以就点咗几道嚟试。呢碟咧系沙姜陀胶，咁我喺网上资料睇到咧，佢系羊颈上面嘅一层表皮啦，咁佢口感咧系爽口嘅，而职员咧仲话会有养颜嘅功效。烧烤羊肉串15元一串，咁我都几中意食嘅，佢有羊味，但又唔会话太酥嗰一种。307元啊，而家埋单。咁我喺网上已经订咗只羊，咁而家埋单307元就得啦。咁而家食完出嚟啦，我觉得佢咧啲羊嘅所有嘢咧都系好嫩滑啦，同埋好味嘅。咁大家都食得好开心。咁我哋坐喺房咧，个冷气咧都足够嘅。咁就算咧佢系烤肉啊，有火啊呢啲咧都还可以嘅。行前少少咧就系深照肉菜市场。如果有兴趣知道个路线咧，咁可以睇翻我上次咧都介绍过呢一区嘅地方嘅。咁由呢间店铺行前少少咧，就有上次咧我介绍过，话好多咧莲塘嘅朋友咧系好中意食嘅一间牛肉火锅店，真牛山头黄牛肉火锅。今次时间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种影片啦，拜拜。